柳叶上把匹刺螳螂剑，与太极螳螂拳相拥并存。有地系一脉相串至今，他分割筑壳，剑法脱速，霹雳刚猛之中畅击云树。柳叶匹刺上把螳螂剑，共分四段，我把第一段演示一遍。柳叶上把匹刺螳螂剑，套路第一段第一式，一骑太极。下面我做一遍。我分式讲解。上脚并拢，身体站直，上手握剑，与蹄坐车，剑身垂直地面，两眼挺直，双臂耐旋，起双手起剑，向右前方叠刺。这个动作是起势动作，一起太极。它这个剑法里面蕴藏着六剑，是三阳剑与三阴剑的变化。与随势而化。下面我讲解第二个动作，左右阴阳。我做一遍。下面我讲解这个动作。右脚向右后撤一步，蜕变代步，同时上手握剑，左手棍拔剑，向下向上画弧到区域，身体坐车，手与门同高，剑身直朝下，目视剑尖，左脚向左后撤一步，蜕变代步，双手握剑同动，向左下向上画弧挂剑，高于门平，目视剑尖。我把这个动作反方向做一遍。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我向前方叠刺，对方以气劲攻我总派，我握剑缠腰，割去对方气线，逼对方气线于外门，对方向我左上派攻来，我向左后撤步，向上挂剑，割出。
第三是开天辟地，我做一遍。下面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左脚不动，右脚向左脚踩盖步，腿边余踝是痛刺，双手额尖向右下，经左右肩向左上划弧，与左肩踩上左步，起肩随动双手向右步走弧线，右手起肩平匀向上，向右下带剑，目视剑身，左脚经右脚内侧向前上步，腿边带步，双手握剑，经面前花弧向右下方劈刺，目视剑尖。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我略讲一下。我划开对方做派攻击，对方来信攻击我右外门，我上步先行，右手双手起剑向上花弧运剑隔开对方器械，上左步花弧向右部花弧，以剑尖拉击胸腹，这个动作称火。剑即使花弧走远，隔开对方上派击来器械，对方器械撤不出去的情况下，我剑捻至地线进左步劈剑，劈击部位是对方前锋球。下一个动作名称拜把传伞，我做一遍。下面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左脚不动，右脚向左腿后擦步，腿边余踝是痛刺，双手持剑棍拔，剑划一立院向右后带回，进左步腿边带步，双手扼剑向前平刺而出，剑身与地面平行，目视剑尖。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对方器械向我总上派击来，我擦步先行，双手握剑划弧，捻住地线往右后领带，趁势进左步长攻对方总派。这个剑法属于一个很突出的剑法，要发整劲儿。下一个动作名称过步了蝶，我做一遍。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右脚向左脚踩盖步，腿边与踝是痛刺，向右拧腰转胯，双手握剑打开，右剑右手起剑
向后批次作修建址与坐车厢房，硬件花湖贴心向下要了解动作，向下花湖坐修扼件，向左部提右部向上本件落部叠件。下一个动作进一步焚火，我做一遍。我分式降解这个动作，左脚向右脚踩开步，蜕变于坏事，上修器件翻腕渐行平行地面，剪印翘左右向左后拉断断剑，向右部推变带部，上修扼剑向右拼火。这个动作是隔开对方器械的痛刺，向对方胸腹拉刺。下一个动作葛刺摔额，我做一遍。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左脚垫步，右脚进一步乘虚步，上修扼件向上隔起，进右步推变小灯三式，同时上修扼件向前刺出，左脚右脚垫步推变汉地式，右手器件向上迎拳，做甩剑动作，左手打开剑子掌心朝上，右手起剑向下迎拳，做扼剑动作，左剑子变螳螂钩位于胸前，与右手平行。我把这个动作从反面做一遍。下一个动作再迎刺时，我做一遍。我粉饰降解这个动作，左手勾住把的剑把的后方两指勾住，右手持剑迎面前花弧向上运一坎，向前停在剑，剑与剑同高，左剑子打开，左手扶子，右手起剑向上向下花弧，向后刺剑，做扎西动作。这个动作我从反方向做一遍。下一个动作顺手前仰，我做一遍。我分式降解这个动作，
上提抬起，右臂摆腕，剑向上挑起，坐脚掌点地，坐高举步，同时右手起剑，向左画一圆圈，向右下带回，推变于环式，左手剑直，位于右肩内侧，目视后方。下一个动作，四肢摇头，我做一遍。分式降阶这个动作，双手握剑，基于腹前，左脚向左前向一步变金钩式，同时双手握剑，迎面前运剑，向左后带剑，这个动作是摸剑动作，推变于环式，双手握剑向上花虎迎面前，迎额前不能过头啊，向右摸剑推变金钩式，目视肩掌。下一个动作，五望四剑，我做一遍。我分式降阶这个动作，右脚落实，左脚向前进步，推变带步，双手握剑向左下花虎，向前做劈剑动作，肩身与地面平行，高于十平，目视肩掌。现在我开始讲第二趟，我先做一遍。第二段第一个动作，一叉太黑，我做一遍。在反方向做一遍这个动作。反方向。下面我分式降阶这个动作。向左后转身，同时双手握剑向上前伸花虎，推变于环式，右手起剑，以剑把向上突刺，右脚向右后撩起，裸右步向右下刺剑攻击对方踝部，就是脚面以上，这个我提歪拐折手，向后带回变高虚步，整治敌人攻来的器械。下一个动作，迎风短衬，我做一遍。分式降阶这个动作，步伐不动，以腰带剑，向左花虎向上挑剑，步伐随动，
向蔡乘孝登山时，步伐向蔡进半步，双手握剑向下分火。动作的要点：向上用腰子力提起，向下屈伸丹田，落下上提嘴巴，下活胸腹。这个动作的要点是这个。为保持连贯性，我把下面的两个动作连起来做，它们是分别是左右提托、野马脱岗。我先做一遍。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右脚向右踩上一步，双手握剑向右外做隔剑动作，隔开地方攻来的器械。向左步变孝登山式，双手握剑花虎向左上踢托攻击对方腕部。向右步双手握剑花虎颤脚，纵身后移向后带剑，将对方攻来器械凌天痛刺进步，刺激对方上派。掀开对方攻来的器械，左胸剑子与左后方打开。下面我仍然把两个有连贯性的动作连起来做讲解，我先示范一遍。动作的名称是坏中抱月、金龙判柱。我做一遍。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左脚向右脚踩盖步，脚尖虚贴地面，乘踩点步，右手起剑向下花虎，再提左侧，左手折额，两手起剑，乘抱剑式。右脚向左后插步，双手起剑平云花虎，向左下踢剑与胸踩，挺胸抬头叉腰，左手螳螂钩位于左侧后方。这个动作划开对方器械，以剑尖拉带对方胸部，避开对方攻来上派器械。下一个动作名称穿剑扫门，我做一遍。下面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左脚向右脚踩盖步，推变于环式，同时双手握剑经胸踩向踩平穿，记住对方攻来器械中线，向右步翻腕扫剑，扫击对方眼睛。下一个动作名称仰叠引翻，我做一遍。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左脚向右膝后插步，推边于环式，
藏修恶见，向上经灭切花湖云见，向上反叠样叠，向左步推变代步，藏修气见，向右下经灭切花湖，向上翻流见，我把下面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他们是业力畅逃、火龙献宝这两个动作，他们的连贯性比较好。我做一遍，下面我粉饰降解业力畅逃这个动作，坐脚不动，藏修恶见向下花湖经灭切，花湖自右侧上方，右脚向前提出，右修气剑向前平载，左修剑之复之，迅速将剑修回，向前上花湖自行前向右后反刺，降解下一个动作，火龙献宝，右修气剑先动，右推随之，向右前落步，上修恶剑向左上经灭切，向右下花湖向前探刺，后推撩起，下一个动作名称顺风扫叶，我做一遍，我分饰降解这个动作，左脚向左后踏步，推变麻花步，上修恶剑向上向前经透车花湖经左方，向右平载剑刃朝左右，掌心朝下，左修剑姿打开于左侧上方，修心朝上，目视剑刃。第三段我先做一遍，第三趟第四害敌捞月，我想把这个动作也试一遍，下面我粉饰降解这个动作，右手气剑向上，向经灭切向左，向上撩剑，向左步推变代步，同时上修气剑向左经灭切花湖，向右下经右肩，向上做撩剑动作，这个动作攻击对方下盼，
下一个动作，胸肌叩式，我做一遍。我分式降阶这个动作，上步伐不动，上踢后扬，上收二剑，向下画弧，扫剑，向右经右检测，上收弃剑，向下再做叠剑动作，步伐随之向前进半步，称代步，左修位于右修完内侧，肩胛朝下，右修踢完点剑，我反方向做一下这个动作，下一个动作名称顺水推舟，我做一遍。分式降阶这个动作，左脚不动，右脚向左脚前盖步，推变于坏事，同时右手弃剑，向左上画弧，右手手于腰间，左手剑直，按于剑柄，修身朝下，向左步推变小登山式，同时右手弃剑，向左前做推剑动作，下一个动作反踢折弯，我做一遍。分式降阶这个动作，右手弃剑，使剑尖向左下画弧，迎腹前，向右向上弃剑于右肩外侧，向左步推变代步，上收恶剑，左手打开，右手向下做劈刺动作，肩身斜朝上，击毙沉肩，左手剑直，位于左侧后方，修身朝下，下一个动作狸猫必须，我做一下这个动作，下面我粉饰降阶这个动作，纵身后移，右脚落式，左脚跟抬起，呈汉字式，同时右手弃剑，向上射向绷起，做绷剑动作，目视剑尖，沉肩垂肘，下一个动作倒转阴阳，我做一遍。我分式降阶这个动作，右脚向前上一步推边代步，同时放手弃剑，
向上，向左下，使肩胛下垂，做踢毽动作，双手握剑，气于胸前，手与头同高，目视肩胛，左脚向右腿后插步，腿变于踝时，双手起剑，向左划弧，向上云剑，右脚向左脚踩盖步，腿变于踝时，同时左脚向左踩上步，腿变拜马步，双手握剑，剑把朝前击出，与膝同高，右肩胛同时带回右肩内侧，做阳剑，这是阴阳六剑其中之一，阳剑倒转阴阳，这个剑法。下一个动作名称螳螂捕蝉，我做一遍。下面我分析讲解这个动作。右脚向前上一步，脚跟抬起，呈虚步，同时双手握剑，经面前向左下划弧，向右上划弧，向前折剑，做折剑动作，右脚向前进一步，腿变代步，同时双手握剑，向左经面前运剑，向右向前做折剑动作，讲一下这个剑法的攻击要点。敌方向我攻来，我迎阵持剑，这起器械对方放下，我由下反上挥剑再击对方颈部。下一个动作名称横扫蝉鬓，我做一遍。我分析讲解这个动作。左脚向右脚后插步，腿变于踝时，同时右手起剑，向下划弧，经面前，左手破击右手掌背，使剑向上蹦起，向左及时转身，腿变马步，左右手起剑，经面前划弧，向左平展，左手扶持与小臂内侧，直握剑把，横扫蝉鬓。这个动作的攻击要点，则上是我攻击对方下盘，对方脚架，我挥剑平在对方颈部，对方昂头躲闪，同时向我攻击，我转身绷剑，挥起咬了。下一个动作紫燕双飞，我做一遍。
本市降级这个动作。右脚向前上一步，向右后转身，双手起剑，向下向左花弧，向前点剑，做平点剑动作。左脚向后撤一步，推变大灯三式，双手握剑，棍拔，使剑向下向右上花弧，向右前点出。这个动作连续攻击第一上派都是叠剑动作，非常刚猛。下一个动作名称风狮射宰，我做一遍。下面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步伐不动，向左后转身，双手握剑向下扫，扫剑动作，向上花弧，迎面前，向右步，替左步，右手挥剑，向迎右左肋下，向后刺剑动作，左脚落步，推成迂回式。右脚向左脚前盖步，推成迂回式。左脚向前过步，右脚向前进步，做刺剑动作。我再做一遍这个动作，比较复杂。下面我把第四段也练一遍。第四趟第一式古树盘根，我做一遍。下面我分式讲解这个动作，左脚向右脚后插步，推变迂回式，冲刺，双手起剑，向下翻脚下击。这个动作是接击对方小腿部，对方下脚，我向左后插步，上身略退，双手起剑，向上蹦击对方头部。下一个动作太极两翼，我做一遍。步伐不动，双手握剑，臂内旋，起剑花弧，向后带回，同时推变迂回式，左脚提起，右脚不动，呈
杜立士应修弃剑，向左迁聘辞，左脚落地，推便害地势，上修弃剑，向右下花呼，踢完趁就做叠接动作，左修剑子称螳螂骨式，位于右臂内侧，两眼平视。我反方向做一下这个动作，下一个动作赖云飞渡，我做一遍，下面我分式降解这个动作，左脚向左前上步，推成大登山式，右手弃剑反腕，迎面前花虎，向右肩后花虎向前平展，上剑急速花虎向前抹剑，左右脚跟抬起，左脚不动，向右步推经剑经赴前花虎，左修折剑，仰头四剑，剑经面前上方花虎，上右步向左转身，推便半马步，上修持剑与提前，剑尖朝上，垂直于地面，右剑柄靠于左十尺。下一个动作自叠秘境，我做一遍，下面我分式讲解，右脚不动，左脚向右脚后擦步，向提左转，左修弃剑，垂直花弧，左脚向左前上步，借花弧自动，即使往花弧后走，推便做登山式，右修剑子向前叠出，修身翘上，纵身后移，推便汉机式，左修弃剑，剑柄向左上花弧向前刺出，纵身前移，左推落势，推便小登山式，左修弃剑向下花弧，肩尖上足迎面前花弧，抱剑于腹前，目视肩尖。下面我从反方向把这个动作做一遍，下一个动作扭转乾坤，我把这个动作做一遍。
我粉饰降节这个动作。步伐不动，上提右转，双手握剑与副菜，右脚跟抬起，蹭蹭点步，上提后仰，双手持剑做向后持剑动作，左脚向右脚踩向后，剑随心转向下。这剑动作，剑与地面平行，腿似小登山式，挺胸抬头，目似剑尖。下一个动作，夜马追风，我做一遍。我粉饰降节这个动作，左脚向前上步，腿变小登山式，同时双手握剑向上向右向下画弧向前做了剑动作，向右步腿变带步，双手握剑经左肩向上向下画弧，向前做了剑动作，向左步推面带步，向右转腰，双手握剑画弧向下向前做了剑动作，剑身斜向上，剑刃向上上下，右手伸向上，目似剑尖，挺胸抬头弹腰。下一个动作，云横沉凌，我做一遍。下面我分饰降节这个动作，向右后转身，双手握剑向右下画弧，向右上迎面彩云剑，右膝抬起，右手持剑横于石侧，左剑子打开，目视前方，下一个动作怪蟒翻身，我做一遍。我粉饰降节这个动作，右脚向左脚踩盖步，推变于怀式，右手持剑向左随转身，向上画弧迎面彩云剑，向左转身，左脚向右脚后插步，左手持剑随转，右手在背后折剑，向左转身，向左前向步，推成带步，双手握剑经向左上经面前画弧，向右肩处画弧，向左前做了剑动作，下一式拓海架梁，我做一遍。下面我粉饰降节这个动作，右脚向右前向步，腿边带步，
藏修气垫向下向上经面前花壶目似戒心藏修打开坐垫子向坐前方支出右修架垫与右头右侧上方垫尖舌朝下推成代步我把下面两个动作连起来示范讲解第一个动作窥声吸斗第二个动作天罡落地这两个动作我连起来做一遍下面我分析讲解第一个动作窥声吸斗向左后转身右脚不动左脚提起位于右膝内侧推变金鸡独立式同时右手臂内旋气垫向镜面前花壶向前做此件动作我再做一遍下一个动作天罡落地我先做一遍降级这个动作左脚落地推变代步右手气垫向内翻弯使剑向上向下花壶吹击各挡于身体右侧剑尖朝下左手剑直位于左侧方修身朝外挺胸抬头弹腰下一个动作伸阴驼移我做一下这个动作我分析降解这个动作右脚向左脚前盖步推变与换式右手气垫经替前向左向上接着画弧位于左肩外侧目似剑身左修垫子位于胸前方胸身朝上左脚向右脚后头部右修垫继续动左修向后打开左脚擦步右修气垫经体前花壶向右后上方做柳剑动作左修扶子也好左修剑子位于头额左侧修身朝外下一个动作旋拱前运我做一遍下面我分析降解这个动作向左转腰拧胯右手气垫下落经胸前花腹前花壶向左上花壶
经面前允见坐修父子坐脚向坐前向步提请代步横似双修恶见向右向下向前再见做再见动作见平行于地面剑印朝左右高度与膝同高目视前方下一个动作返璞归真我做一遍下面我粉饰降节这个动作腰向右转双手握剑经心前下方剑尖不能剑尖别触地向右上向经面前画弧右脚向前过一步双手握剑到体育右膝前方剑尖斜翘下剑尖不能触地推撑代步目视剑尖下一个动作绕散解意我做一遍我粉饰降节这个动作左脚向右脚前盖步推变欲换时双手起剑剑尖向上画弧双手抱剑与腰坐侧目视剑身右脚向前上步趁寒机势同时双手握剑向左后经心前向右上画弧经面前云剑向下向后左带剑动作左手剑指打开右手起剑横于腰间剑印向上下挺胸抬头目视前方这个动作我从反方向做一遍下一个动作正物前击我做一遍我分饰降节这个动作左脚向右脚前并步两腿站直左剑指下落右手起剑向下向上经面前花弧剑垂直抱于体坐侧剑心垂直于地面目视坐方这个动作也是柳叶上把劈刺螳螂剑套路的修饰动作柳叶上把劈刺螳螂剑降解示范外笔谢谢大家